真是，又去买东西。赛跑。哎，我来啦！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，啊！等等我，啊！嘿，托尼，等等我。走了，谢谢了。站住！你得意什么？都是因为你，师兄才离开了我们；都是因为你，师兄才陷入了危险当中。危险？不会的，你们打不过我哥。你知道什么？抓你的人那么多，师兄打得过天下人吗？哥哥说过会保护小楼，哥哥说有他在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别跑！师兄才陷入了危险当中。哥哥，你站在门口干嘛？哈，我知道，你一定是在等我回来，对不对？谁说的？我只是怕你这个迷糊鬼又迷路罢了。我先去做饭了。哥哥还真是不坦率啊。小龙，吃饭。啊？人呢？小龙。一定要在师兄之前找到小郡主。